爸爸，你爱不爱我呀？爸爸爱你。你跟我说你是宝宝，不是爸爸。哎。赶紧赶紧赶紧，你爱我就把你今天做的错事全部交代了，兴许我过年高兴把你原谅了。我没做过错事啊。说你不可能没做过错事。我做错的事就是爱上你了。还有呢？还有就是跟其他女生眉来眼去。你跟哪个女生眉来眼去？跟你啊，跟你。你现在为了气我做的啥子不规矩的事情都说得出来是不是？我眼里只有你。对啊，不然先把这个送给你，我先录下给你了。这个是我在电铺上给你买的，这个是啥子古玩呀？平常带去玩一圈好看得很。你平常不是经常逛店铺吗？都是品牌子吧，上面有花的。说你还不答应？你给我的零用钱一块钱花在腰围了。谁让你骗我那么多事情？那你也说出三个骗我的事情。我上回收拾你衣服的时候，我把你那条穿了3年了都烂了的内裤给你丢了。凭什么？那是我前女友给我。脸上挨打了。你的内裤穿了3年，但是你跟你前女友已经分手5年了，那是在跟我在一起的时候他才把那条内裤送给你吗？不是，我刚才诓骗你的。不可能。这个就是这样。你真的有点过分了。过年好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抖音。